帅气外形，霸气登场，但特斯拉难逃竞品低价血洗攻势。美国最便宜的 Model Y 现在一台不到140万元台币，已经降到发表以来最低价。虽然台湾市场暂未降价，但美国、中国、欧洲等主要市场通通下调售价，价格战越演越烈。Musk posted on X on Sunday that quote,Tesla prices must change frequently in order to match production with demand. 比亚迪和小米都以极低价格在中国电动车市场攻城略地，让特斯拉倍感压力。但中国能有今天，特斯拉自己也默默推了一把。2018年，特斯拉生产 Model 3时遭遇瓶颈，当时中国政府提供诱因，吸引特斯拉到上海设立超级工厂，化解濒临破产的生存危机。但特斯拉在中国着装的同时，也扶植起中国供应商，例如制造铸造机械的力劲集团。力劲不只为特斯拉生产，同时将机器卖给多家中国企业，默默壮大中国电动车生态系。相较特斯拉，中国车厂在自家领土还享有 3S 好康，也就是补贴、供应链以及规模。政府对电动车产业的补助不断提升，2021年达到2260亿人民币，折合台币超过10兆。中国用来冲刺产业的国家政策支出，2019年占 GDP 1.73%，远高于台湾的0.41%和美国的0.39%。不难看出中国如何倾全国之力大举投资，而发展电动车的关键是电池，但绝大多数矿物的加工制造都由中国主导，在上游供应链的地位举足轻重，更别提中国庞大的人口跟土地市场规模，他国完全无法轻易比拟。过去我们希望合资厂好成为一个比较强的出口产品，可是到最后这些技术慢慢被中国厂商内化吸收之后呢，转头跟你再做竞争。前彭博专栏作家史密斯也分析，许多跨国企业容易陷入中国循环，先是被廉价生产、庞大市场吸引进入中国，接着中国再透过合资、收购等方式把跨国公司技术带入自家企业，然后再将跨国公司挤出中国市场，最后中国企业走上海外，在世界市场上超车原来的跨国企业。那台湾过去也有类似的经验，就比如说像车用的零组件，那我们过去可能是在当地做设厂，利用它的劳动力，可是久而久之你就发现有自己的员工，中国籍的员工开出去开了公司，回头跟你做竞争。跨国企业可能短视尽力，或对中国市场过度乐观，因而无形中踏入陷阱。如何突破中国循环，需要国际社会齐心寻找解方。华视新闻黄傲天、苏颖宽台北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